这定义里面呢，这个我们的国家分两个部分，一个叫台湾地区，一个叫大陆地区，都是我们这个中华民国。那么在我们的都是中国啊，这两个部分，同时在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，第二条有定义什么叫做台湾地区，什么叫做大陆地区。台湾地区就是台澎金马，台湾澎湖金门马祖。大陆地区就是台澎金马以外我们的领土，各位懂得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无论是在台湾，无论在大陆，在法宪法上呢，都是属于一个中国之下的。我们是台湾地区，你们是大陆地区。就是我讲到这个两岸啊，有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国家在1997年的时候呢，修改了宪法。在我们的定义里面呢，这个我们的国家分两个部分，一个叫台湾地区，一个叫大陆地区，都是我们这个中华民国。那么在我们的都是中国啊，这两个部分，同时在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，第二条有定义什么叫做台湾地区，什么叫做大陆地区。台湾地区就是台澎金马，台湾澎湖金门马祖。大陆地区就是台澎金马以外我们的领土，各位懂得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无论是在台湾，无论在大陆，在法宪法上呢，都是属于一个中国之下的。我们是台湾地区，你们是大陆地区。我知道在大陆的1983年的宪法前言里面也有讲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所以这个事实很清楚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这个法国跟德国原来是世仇，世仇，尤其是在1870年的这个普法战争之后呢，这个法国的司令啊，把他的佩剑呈现给德国的司令官，而他法国的亚尔萨斯跟洛林两个省呢，割让给德国。然后在亚尔萨斯省有一个小孩子啊，大概6岁左右，很顽皮的，常常逃学。有一天呢，突然接到学校来的通知，后天一定要到校。他心里有点忐忑不安。到了后天之后，他往学校走，发现学校旁边的教林已经有德军在驻防。到了学校以后，校长到老师都在这个教室里面，而穿着平常上教堂的衣服，非常正式。老师上课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说，各位同学，从明天开始我们不能教法文了，我们必须教德文。可是他很难过，他在黑板上写用法文写 Vive la France， 法兰西万岁，然后说三下课。这个是法国的小说家阿弗斯豆腿，他在后来写了一本这个短篇小说，一共只有1500字，可是呢，他记录了全世界30个以上的国家，成为他们爱国教育的一部分。而亚尔萨斯洛林在一次大战的时候割让给德国，然后在这个二次大战又还给了法国，到了战后又割给了德国，来来回回，后来两个国家人说 enough is enough， 可以停了。所以他们两国在1963年的时候签了一个这个合作的条约，双方交换学生，不但交换学生，而且学生进了内国之后还住在那边人的家里面，用这种方式来增进两方的关系。因为法国跟德国既不同文也不同种，从来没有是一个国家，那两岸不一样，我们不但同人同文同种，而且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，尽管现在我们分属两边，双方有各自的制度、各自的政策，但是我们希望呢，但努力的能够减少这些不必要的隔阂，让双方能够真诚的交流，然后让年轻人在他年轻的阶段就知道我们必须要往这个方向走。这是来呢，带学生来很重要的目标。我们年纪都已经大了，光靠我们是不够的，要这些生力军把这个工作往后继续推动下去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马先生。下。
下面有请广东大学段云中校长为马先生赠送礼物。谢谢马英九先生。